什么啊？玉米起司瀑布啊！一份多少？80。那来一份。嗯，好。这照好。他就说30秒啊。哦，好的。那去掉4块。好好。老板人好大方哦。大方吧。老板，你给我们加好多玉米哦。他已经知道这是60块了。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算了便宜。我们甜甜最喜欢吃玉米了。对啊，哇哦！我们大厨怎么在旁边看？我们大厨所以我们自己发挥。我很紧张。你平常喜欢吃这种吗？就是比如说起司很好，多点起司好。我觉得太多会有点，好香哦！这边好辣。看来你们的玉米起司瀑布好了哦，谢谢。哇！起司融化在一起，谢谢老板，不客气，亲爱的妹夫，快走，快走。